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电路陷阱，来吧！嘿，看好了，左起，二、三、四、六，走，来，补起来就知道。OK， 就这样了。再往下敲几个。OK， 够了。然后在下面放上豪华的地刺陷阱，周围给它放电能产生器，再用这个给它连接起来，然后在下面再放上传送门，就是这么的骄傲。然后再放上底毯，这个陷阱就完成了。来，现在在这边周围给它放上方块，放上钻石，走起。然后你以为就这么引人注意吗？确实就是这么引人注意。来，现在给它挖掉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一直扣血，死了，是不是很强呢？我来个百段跳，走，不过好像有电能线跳不上去啊。不过木有关系，我的聪明的头脑照样是能上去的啊。先把这些给挖了，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？哎呦，走，看我直接破解它。哎，上面有个钻石块，给它挖了。哎呀，OK， 上来了，你就是我强不强 ？OK， 这就是我的陷阱啦。要学会的话，在评论区扣一；要是没学会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来吧，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期待下期好游戏。